我们的生注定是沧桑，哭着来。我叫泽唐，来自喀麦隆。我的家乡医疗条件比较落后，也因为妈妈是一名护士，所以我选择来河北医科大学学医。我期待着有一天能把中国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回喀麦隆，改善当地医疗条件。学习之余，我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港日中国项目，投入到义诊服务中去，能运用所学帮助别人，我感到十分荣幸。踢足球也是我的业余爱好，踢得马马虎虎吧。我还喜欢中国的古诗词，有幸参与绿巨国学医中国，跟着诗词去旅行。老师告诉我，河北也叫燕赵，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时。后来我看到冯潇潇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岂不复还，这两句诗终于理解了感慨悲歌的含义。我爱河北，爱它厚重的历史文化，爱这里的冬雪老师，爱这里的一天美好。未来我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为家乡人民带回希望与温暖。